大家好，我是艾莉。今天艾莉带的玩具是，噗，咪咪小提琴玩具。那么我们一起，噗，玩吧。这个玩具好可爱呢。首先这里头呢有这个钥匙，好可爱吧？这个呢，可能我觉得当项链。啵啵，有这么长的，把它 ，OK， 好的好的。那么要练习一下，嗯，哦，这里有很多按钮的，按这个试试看，哦。把这个钥匙呢，就要放这里去啊，试试看。艾莉要看这个，这里有。练习练习，呵，艾莉可以的。好难呢，有点累啊。就是对艾莉来说，这个小提琴就感觉有点小，所以。肩疼啊，肩膀疼。OK， 刚刚听好了，还有什么？嗯，有三只熊吗？当吉他呀，这个这样的时候是小提琴，当吉他也行。那吉他的话，我觉得更方便啊。啊？哎呦，要不当吉他来给你听听这个三只熊啊，按照这个有音乐来，好吧？玩的玩具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那么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跟大家见面。再见。